中国富商纪晓波交往后，并移居香港当贵妇。而自从纪晓波传出财务危机，吴佩慈在社群平台也变得相当低调。不过近日他罕见在 IG 发出一连串现实，表示自己来到台湾与陈建州、范玮琪、黄丹妮的老婆杨晴轩等好友们聚会，更表示谢谢黑范夫妇一整天的投食，直呼好久没笑得那么夸张了。而陈建州则是晒出照片，写下四位美丽的妈妈，母爱真伟大，所以妈妈们最该放松。由于照片大多为陈建州长镜，对此更有网友开玩笑表示，黑哥压力深大。最佳摄影者陈建州也幽默回应，你懂的。you